复动漫，讲好中国故事。我是云，我是风，踏遍青山任威风，一点好燃起，千里快哉风。我是马，我是龙，大江东去满江红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浓，千古传奇傲苍穹。改连立志。渔人忽惊起，雪片逐风斜。先生，好诗，好诗啊！范科同学，这诗好在哪里呀？打鱼的人被雪花落下的声音吓到了，岂不妙哉？对吧？少爷分析的精辟。范大少爷，大风大浪都不怕的渔民，怎么会被落雪的声音吓到呢？亏你想得出来。好了好了，这节课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大家自习吧。子珍，你说说先生的诗怎么样啊？好是好，如果稍微改动一下会更好。子珍，那该怎么改呢？雪片落蒹葭，改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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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什么好的？不好好自习在吵什么呢？雪片落蒹葭，何人改我诗句啊？苏子瞻，苏子瞻，为何改我诗句啊？先生，您诗中的雪片指白鹭，被渔人惊起的白鹭最后去哪里了呢？飞进了茫茫蒹葭，这样不是更美吗？先生。说的有理呀。先生，可苏子瞻他擅自改您的诗句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先到这里，散学吧。回家喽。走吧。子瞻，你先等一下。先生有何事呢？子瞻啊，你才识渊博，先生我没有东西可以再教你了，从明天起你不用来上学了。先生，擅自改您的诗的确是学生的不是。老夫说的是实话，以你的才华必须去寻找更有学问的老师了。只是子瞻，为师还有要事处理，我们改日再谈。先生，是不是子瞻又淘气了？那倒不是。是学习落后了？非也。那是令郎子瞻确实才气过人，只是近来有些恃才傲物，需要适当敲打一下。有道是玉不琢不成器呀。先生有何方法？
你看，我们如此这般。嗯。子瞻哥哥，该去上学了。小妹，哥哥已经在学习了，就不去书院了。啊，在家里学习？是的，等梅州城来了更好的先生，哥哥自然就会去上学了。天才少年显才能，傲气还需勤打磨，这是什么任务啊？母亲，子瞻哥哥不去上学。知道了，先让他放几天假，母亲我自有办法。子瞻，家里的绸缎铺今天要进货，赶紧过来帮忙。知道了。准备就绪，开工喽。四匹绢布，六匹麻布。快去帮忙。遵命。停！休息。子瞻，今天的进货量都记好了吗？就差一点点了，稍等。还好，我在纸上做了记录。啊！什么？不会吧？还得再数一次。母亲，我还是回家读书去吧，我保证每天都按时起床学习。行啊，不过还是得把今天的进货量理清楚再说。好吧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学习。子悠要去上学了。加油哦，子悠，有什么难题回来记得问我。哥哥，我先走了。已经读过好几遍了。哎，子瞻哥哥呢？啊，竟然睡着了。看我不捉弄你一下。小妹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大懒虫睡觉呢。我可没偷懒，这些书我都看过好几十遍了。我不管，你就是在偷懒。该怎么对呢？子悠，你一定遇到难题了吧？快跟哥哥说说。先生出了个上联，十遍天下字，大家都对不出下联，快帮帮子悠哥哥吧。这还不好办。子悠，你瞧好了，十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。对得好，还是哥哥厉害。我有个提议，咱们门上不是缺一副对联吗？这副就不错嘛。可以吗？真是太合适不过了。哦，这么出色的对联，要让更多人看到才好呢。母亲，要让更多人看到。对，哪里才有更多的人呢？你看写的什么？十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，好联。字写得好，对仗也很工整啊。请问这对联出自谁手？在下。那我算是找对人了。请问找我何事？我这里有本奇书，好多字我都不认识。公子既然识尽天下字，我愿拜你为师。哦，竟有这等奇书，给我看看。小兄弟可否解读此书啊？这种文字，我不曾见过。没想到这本书上的字，我竟然一个都不认识。捂嘴，童二凤，快把对联给我撕下来。啾。
用意。这到底是什么字呢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哎呀，太丢人了！李大哥，看来子瞻的小心脏是受到严重打击了。母亲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李大哥是我们店的西夏国客户，当然认识。啊，这个是大夏国的文字，我是故意让他给你看这本书的。哪里有人能够识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啊？子瞻，其实这不过是西夏文的《论语》啊。你看，换了一种文字，你就不认识它了吧？都怪我太骄傲了，以为学的已经够多，其实差得还很远。或许你的对联可以改一下，来激励自己。啊，怎么改呢？立志识遍天下字，发奋读尽人间书。这样一改，感觉好多了。子瞻，该去上学了。先生不是不让我去学堂了吗？那是我和先生商量好的。你把骄傲自满的缺点改正了，就可以回去继续读书了。响鼓不用重锤，我知道了。哥哥，还差半个时辰呢，我得把落下的功课赶紧补起来。我要唱支歌，唱给苏东坡。从小立大志，瑞莲图星河。我要唱支歌，唱给苏东坡，一心为百姓，胸襟比海阔。我要唱支歌，唱给苏东坡，从小立大志，瑞莲图星河。我要唱支歌，唱给苏东坡，一心为百姓，胸襟。